改，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，选择日课有好多家的方式啊，也有三元九星的选择选择日课，这个以后我们也都会教啊，有人用奇门遁甲选日方式，无论什么家都可以，只要子女人平安就好。无论你再怎么样选，只要子女平安了，就没有事，就是功德一件啊。但是我们身为维新宗法门的弟子们，啊，都是我们帮人家选吉日课、选择日课，因为我们是用黄历。五皇的皇和啊，真正的皇帝的皇的皇帝宫中所用的这日课和一般的农民历呢，啊，有点一些不一样。当你选择好了，一定要告诉你的朋友，我选的日子啊，依照我们真传心法所选呢，和你们看的通识可能会有不一样啊，要跟他们讲。但是当有人要请你看的时候，你要事先跟他讲，你要是要去看日子可以，但是我看的日子可能会和你们这个日子会不一样啊，你的心里要有所准备啊。回想在我还没生病以前，好，我选日的就得到我们唐师公的真传啊，刚好岳师兄啊，他现在在洛杉矶嘛，啊，在洛杉矶，在我们台湾的华人呢，啊，他是算是赚钱还是数一数二的啊。他还没到洛杉矶以前呢，啊，那以前我就在二三十年了嘛，他的祖父啊，祖母啊，祖父的祖父往生了，而葬在清水，啊，台中港清水那边呢，刚好选到一块宝地，这个地呢都是石头堆的一块地，啊，我看啊，这个整个龙穴就在这个地方，穴在这里呢，石头都堆着，没有人要，我就要把它拨开来。把挖下去哈，那个太极很漂亮，地里面就太极 S 型的太极，一边白一边黑一边红，好漂亮，我在里面很有福气，而且这个岸向到台中港，以后就会发在国外，啊，发在外国远行，所以葬完的时候啊，他就第二年就到洛杉矶去了。到洛杉矶呢，一段时间比较苦一点，要大富大贵，一定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辛苦啊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他，他的爸爸、哥哥，啊，爸爸呢，啊，叔们都没有反对。那好，我就选日子给你下葬，但是下葬前会下大雨哦。下葬前会下大雨。哦，他怎么有可能下大雨？按照公的圣息哦，我选了下午3:27要下葬，啊，但是要下葬那一个刹那，太阳天门开了，你才能下葬，天门不开不能下葬，但是要下葬以前会下大雨。哦，他就在等嘛，好啦，我看时间喽，啊，就准备要下葬嘛。下葬前呢，刚好全部礼车啦什么到坟墓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雨啊，雨之大哦，含我辛苦嘛，淋到狗啊，那他们是用道士啊，
道士之名，他们经不练啊，就用这名名，这个不吃神仙，这啥神仙？好，就骂这个烂老师怎么不会选到这个下一代，怎么样一直骂，一直骂。我阿弥陀佛啦，你竟然上经啦，卖干那个阿妈啦，又真寒啦，很冷很冷啦。我你竟然上啦，当然就不要啦。啊，刚好27分要下葬嘛，24分开始没有雨啊。24分没有雨嘞，好、啊，没有雨，突然间天上呢开个一道空空的太阳下来，咻的下到照到这个穴，我赶快下去，哦，赶快就下葬了，下葬了，土赶快淹起来，又开始下大雨，结果回来很多都感冒了，我也差点感冒，显日课，哎，以后一年到我有这些药粮也可以交给你们了。好、所以他涨了以后都很发。当时在台湾的股票四大天王，他爸爸就是台湾股票四大天王，好、是非常有钱。好、后来呢，我这位同修师兄呢，啊，他就到洛杉矶去了，啊，现在呢做得不错，啊，在赌城。啊，他呢有饭店的房间530几间，啊，在旧金山呢有380间，啊，在洛杉矶呢，啊，他的这个饭店6星级的饭店，啊，他还赚很多钱，这就是祖先的风水，啊的手皮印，不是帮他赚钱，让他。头脑很清醒，发挥他原来的所长，啊，就没有干扰，他就能花落他的智慧是怎么赚钱，是这样赚来的啦，啊，不是祖先帮忙赚钱呢，所以相对的，祖先的风水没有弄好的话，啊，在地里面不安，啊，不安呢，花色台再坡，啊，再坡花色。花色影响这个所有接收器的哩哩啦啦，头脑都不清醒，是这么来呀、啊？风水是这样，啊、哦，那当然有找到好风水，日子也很要紧哦，日子哦，日子如果选错的话，那就很麻烦，啊、哦、啊，先命坐山，啊、哦，先命的坐山，啊、哦，刚才也上两节讲过了，什么命冲什么山，啊、哦，那。比喻是亥山，啊，亥山，而他先命，啊，是未，是卯的时候，亥卯未是三合，亥山这四象，啊，啊，我们什么时候乙属金牛，如果老婆先走了，就是葬媳妇。好，如果老公先往生了，就未亡妻，好，就未亡妻，好，也知道啊。如果有母亲还在，叫做受母。好，如果夫家在，就受夫，受的夫。叶金喜大侠，大侠。啊，有名字有未亡妻。好，还有丈媳妇，拿着拐杖在等待了，拿着拐杖在等待着老婆回来，叫丈媳妇，啊啊，孝男孝女，啊，直接属生肖就好，比啊庚申啊乙酉，比是这样，啊庚申乙酉，孝男孝媳，好，1234写下去，孝女孝婿。女要在里面，啊，女婿要在外面哦，也要考虑，啊，孝孙男，啊，接下来长孙要特别注明，长孙什么，他的八字，啊，的天干地支，啊，再来呢，就是要入殓，入殓，啊，入殓年月日时，这个冲很要紧哦，冲。还有一个叫做地夫，地夫，
啊，地府呢，我们通书里面有注明啊，地府属什么属相了？啊，因为往生了要入殓的时候，啊，一些入殓师他会讲一些好话，啊，一叫名字，一叫，啊，那么在地府的人属于，如果属于30岁了，20岁、30岁都不管，啊，在叫这个，在讲好话的时候，那么你最好，不要乱讲话，啊，不然讲话你就会啊比较不好，会煞到，不是家人的煞，而是周围有护法神，也有冤亲债主，人死了，一气断掉的时候，啊，后面就跟着啊，他很多很多的冤亲债主、守护灵、护法神，个个都会在旁边看，啊，所以从几岁我们一定要闪一下，冲天干地支一起冲最严重，冲地支还是躲一下、闪一下就好了啊。入殓啊，魂灵破土啊，魂墓要做什么三项，在择日子，立碑也要另外选日子。好，安葬这个是最重要，安葬这是最重要。哦，除了不从本命、不从坐山、不从全家人以外，我们也要啊，这个选择好日子。若是好日子，坐山不好啊，你照常不好啊，这个很大家要注意，很容易忽略了啊。啊，完盆还要选好日子。好，完盆呢？啊，这个冲就比较没有关系了。家祭余灵，啊，要家祭余灵呢？啊，要家祭在公祭以前，公祭以前要家祭，家祭要余灵，余灵呢？啊，注意要冲到了生肖，啊，不要冲到生肖，啊，冲到了人躲一边。但是选余灵的时间也不能冲先命，也不能冲啊，那个长子儿子们啊，尽量都不要冲啊。难道家祭及时，家祭就没有冲，公祭也没有冲，放心好了。公祭的时间啊，大家呢啊，帮人家选的时候啊，公祭的时间和家祭的时间呢啊，你们啊，要啊，这方面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公祭啊到火化或者安葬的时间，一定要算好他的时辰。啊，我们一位亲戚呀，啊，当时啊，那老婆先走了，旁边留一个位嘛，留个位置，好，啊，要。刚好要留给我的亲戚，属于叔叔辈的。啊，选的那一天呢，本来就不是很妥当，哎，找不到我，所以请比其他的日寇师选。我说你要把握时间哦，你不要光搞一些没有意义的哦，王者重要啊。啊，你请什么官员什么来的？读祭文啊，那个都没有用啊，那个都没有用，他们没有修行，不能把你老爸送上西天呐，啊。哦，那讲一些话了，这样都没有用，跟他讲的不相信。啊，等到要到现场要安葬的时间，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啊，过了半个多钟头。啊，那要下葬的时候，棺木再怎么晃了晃不下，晃下去就歪了，晃了歪，告诉他儿子们赶快跪着跟爸爸赔不对赔不是，啊，还是放不下，且奇怪，跪了好久，因为要下葬那个时间三煞。钱的时间就对了，他为了在那一边，哎呀，请某某来都就是说，我都没有用啦。这个人的本末倒置，
哦，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也好，官员也好，他们好日子那一天呢，去攻击他太多，良心不告诫啦。你来讲那么多干什么呢？表示你的面子哦，面子是会长虫哎。啊，爸爸安慰不能，结果勉强站下去了啦。开始子女的事业开始崩山，开始不顺利，什么都来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呢，啊，这个帮人选日子，一定要告诉他，注意，啊，一定安葬时间重要，其他人世间的事情，即使没有来攻击，抬出去，他一辈子很平安的，也是划得来。啊，这个，你要攻击，你就时间排长一点，充裕一点就好了，好吧？啊，等于说像结婚呐。哇，这个真是时间两个钟头，哦，到路程有三个钟头，怎么选他个破爱公哎？你给我不要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一方面呢，我们都要有这个智慧嘿。来，公祭时间，火葬和土葬安葬。好，和土葬呢，都同样时间，同样的选是方法。好，火葬的日子比较好选，不冲生肖，不冲什么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土葬一葬下去就输赢，葬下去就输赢就来了。哦，所以土葬的日子很重要。那以后我们要帮人选日，啊，土葬呢。日子选好了，我们要占卦，卦占看看，如果卦占出来，啊，不平安的时候，我又会教，以后会教你们。维新电视直播频道 APP 正式上线喽！不平安，你这日子就重新选。啊，如果。啊，这个日子很好，为什么不平安？啊，卦写不平安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除了也许你的坐山错了，或是其他有原因呢？你再占卦，再注意看，啊，不难发觉。我们学研究，啊，这个择日和风水了，可以变成一个优生学，可以创造，啊，是创造。啊，人世界一个叫优生学。风水就是优生学。很殊胜哎。哦，风水就是优生学。啊，错了出了一些人糊里糊涂。对了出了一些人。社会的大福利啊，所以以前呢，我还没学好的时候，啊，一直呢，认为哎呦这个人不好，我不要选好地理给他。啊，我的师父啊，李淑玉李老师呢，他不好，你才要选好地理给他。我为什么？因为他风水引起他不平安。不平安，第一要保护自己，第二要坑别人，啊，这第三呢，啊，什么事情糊里糊涂，那么你把他选好的地理给他安葬下去，优生学在从那投胎出来的人，哦，就是非常优秀，啊，他家里平安了，人都有尊严，人不是没有尊严呐，人有尊严的，那么人呢，啊，你在比较安定的情况之下呢。就会行善事，积阴德，啊，行功立德，啊，所以李老师呢讲了这句话以后，啊，我心里 啊就正过改变我的念头改变，不然以前呢啊都人家讲啊这个道德不好啦，做人不好啦，所以风水不能夺风水。啊，后来我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呢，啊，再不好了，我尽量我点风水给他，啊，能让他家里能够改善起来，啊，让他呢，啊，事业能安定下来，重新做起，那不是普度众生吗？
啊，他可以救很多人呢。回想在以前一位做渔船的在高雄的人，啊，这个老板他仗了一个好风水，嚯，很大哦，花了当时100多万，我去看了那风水没有用，铅笔水，啊，铅笔水呢，它那个形状是这样来。他祖坟的风水就葬在这边，水好像这样来，这铅笔水会败绝。好，后来按照好，我告诉他决定要迁起来。他人家说后山很漂亮，没有用了，那个没有风水啦，虚花啦。好，那拆迁起来了，我叫他拿去纳古塔就好了。好，后来花了不少。好，他在我们海运啊，在南部呢，海运方面呢。他也是重新起来的，啊，他也养了很多很多的员工，养了很多很多的啊，一些有关的这个孤儿等等。好，那我用我们的小小的一个时间一个字和尝试的，啊，我去把它啊选那个啊，人家那个纳古塔的很漂亮，好，纳古塔的。好，他纳古塔在这里，好，他放在这，放在这边塔上，刚好一带水，好，这五曲星，五曲星，好，金水相生，哦。金水相生，发财贵。所以各位同修，我们学这个法门啊，是要借着啊的这个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，能够祖夺流芳啊，能够让有缘的人啊，他们呢啊，祖先祖灵有所安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啊唯心中啊，我们这个法门啊，一个宗旨啊，老祖要开示我们啊，不要看人过去的事与非，而是看他当下的心啊，和我们有什么能量，有什么啊能够给予他人的，你就是菩萨啊。我们不要一心一意在执着他人的怎么样，而是要反省自己能够给予大众什么东西呀，阿弥陀佛。